跌，对不对？对对对 对, 对。哦，在这里哦，啊，它的红红都没有出现了。对啊。这个真的是变态的，那个红色都不见了，对啊、只剩下黑的跟白的。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跟幼虫差很多。嗯。那他们的幼虫啊，我们仔细看，它就是颜色很鲜明，对，然后很像小丑的黑白分明，而且还有红点。嗯。那大家很好奇说，那它这样在野外都不怕被鸟发现吗？对，为什么它不用变成绿色？对对 对, 对。其实呢，它这种颜色叫做警戒色，因为它吃的是这一颗植物叫做爬生藤，它是有毒的植物。哦、嗯。所以呢，它吃这有毒植物，它不但不会被毒死。它还可以把这个毒素储存在体内，所以它本身就变成一只有毒的毒虫啊，这样毛毛虫，对啊，有毒的毛毛虫，是，所以鸟就不敢吃它。那所以它今天它颜色就是很醒目的警告你说，我是有毒的，你不要吃我。哦，那它除了幼虫，嗯，的颜色这么醒目，这么招摇以外，它的蛹，哦，这一颗是它的蛹，嗯，好漂亮哦，是金色的耶。对啊，这个是它的蛹，嗯，那它的蛹也是就这样金光闪闪的，那也是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别人说，我有毒，我有毒。是，那黑点大白斑蝶也非常非常的容易饲养，现在很多小朋友在饲养。哇，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观察，其实对于蝴蝶的世界，我觉得可以掌握的更多。嗯，那通常它变成蛹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真的就要把它这样吊起来吗？对对对，因为啊，它们的蛹通常他们会找到很高的地方，通常会在盒子的顶上画蛹，因为我说过嘛，它的要羽化的时候，它的这个翅要足够的高度，对，去伸展它的翅膀。是，那可是有的时候啊，它会粘不好，或者盖不好会掉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把它吊起来，对，让下面有足够的地方让它伸展翅膀，这是饲养上很重要的一点。那多久就变蝴蝶了？多久就变蝴蝶哦？一般我们看到今天介绍的这几个种类都非常的快，它们从刚孵出来的幼虫到变成蝴蝶，都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内就会变成蝴蝶，所以其实不用等太久，对，很快。好，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完全变态的这个昆虫里头，除了蝴蝶之外啊，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会饲养甲虫。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都是我们新品的大作哦。尤其这本书，我一只手还差点拿不动了。这个听说很深入，这本书要不要介绍一下？叫做《沉醉都敲》，对不对？哇！这个里面谈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书名就已经完全诠释，就是它主要介绍兜虫与锹形虫。兜虫就是独角形那一类的，那锹就是锹形虫类的。对，那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那我一个在美国念书的朋友，那我们是一起玩昆虫、玩甲虫玩十几年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经验的一本，算是自己的回忆录吧。你看这里还两大本嘞，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应该讲这是非常专业的，对于喜欢甲虫的朋友，真的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另外有一本，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小朋友看，我觉得可能也蛮适合我看的。来，我们这叫做什么？爱打架的独角仙，对不对？哦，这里面其实应该是更应该深入浅出吧，很简单的让大家可以知道。对，其实这个是一本算是童话故事书。童话故事书。那像独角仙，小朋友每次一要看到甲虫以后，是，那小朋友都会问我说：“这一只跟这一只打架谁会赢？谁会跟打架这谁会赢？”那我就是希望说这本书是有。就是主要是介绍，有当然也介绍独角仙的生态嘛，那也借由独角仙打架这个行为，然后要告诉小朋友说，人是不要打架的，不要打架，打架是甲虫，我们人不是靠打架来决定我们的胜负的。好，所以其实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哈，给给小朋友看的，我觉得大人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好，我今天现场也带来了哈，他们的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对不对？我们要不要稍微，我们先从独角仙还是先从锹形虫先介绍？那我们先从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独角仙。独角仙，好，嘿，那独角仙它也是完全变态的昆虫，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什么是完全变态嘛，就是它的幼虫跟成虫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成虫吗？这是独角仙的成虫，这是大家都认得，因为它头上有长一根长长的犄角，所以叫做独角仙。可是它的幼虫呢，我觉得它的幼虫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可是别出来，惊掉。这个呢，这就是独角仙的幼虫。好，可能要平的放在我们的手上，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哈。这应该是会让很多女性朋友都起鸡皮疙瘩的东西吧？其实我每次我在介绍这只幼虫的时候啊，尤其是有些妈妈都很害怕，很害怕。就是我们就把它想成是虾仁嘛，虾仁就是一只虾仁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一颗很大的荔枝嘛。是，对，其实然后想一想，很多人就会跟我说，那我不吃虾仁。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独角仙，对不对？对，这是独角仙的幼虫。好，幼虫。那独角仙它这只幼虫呢，到最近哦，最近这个季节，大概是春夏交界处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化蛹。化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蛹，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或者是我们侧面看一下，我们把它这样子，对，好，我们这样镜头应该拍得到。其实它变成这个蛹的时候，它你看还会动哦。
对不对？它还会动，它会弄结弄结，所以它不是都不会动的，对不对？哦，他们啊，这幼虫嘛，在住在腐殖土里面。我们在饲养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喂它吃腐殖土。腐殖土就是这个，这就是腐殖土。那腐殖土不是一般的泥土哦，它是腐朽的植物，然后后来变成很像土的东西，叫腐殖土。是。那他们在他们呢，就是吃腐殖土，在腐殖土里面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它直到有一天，它要化蛹的时候，它会在这个腐殖土里面，我们用身体挤了一个小空间，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它这个是它自己挤的吧？对对，是它自己挤的。它就是用它的身体这样挤。挤完以后，它还会把它的那个口水啊，它混合它的大便，还有旁边这些腐殖土，然后涂在墙壁上，所以这个墙壁其实是很坚固的，对对，有磨水泥。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完了这个独角仙，我们来看一下锹形虫好不好？锹形虫，好，锹形虫的幼虫是长什么样子的？其实锹形虫的幼虫啊，跟独角仙的幼虫长得还蛮像的，蛮像，只是大小的问题吗？对，那这个就是它比较小哈、哦。对，这是锹形虫的幼虫，很像，真的蛮像的，真的蛮像的。那它的头的颜色啊，也不像独角仙这么深，它是比较浅的浅的橘色。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已经变成这个是蛹，对不 对？那这个呢，在小朋友在饲养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会从幼虫开始养。那幼虫呢，我们会给它吃这个叫做菌蘋。菌蘋哦，所以它吃的东西跟独角仙不一样。对，跟独角仙就不一样了。菌蘋是比较偏木屑的成分，是。那独角仙是比较偏腐殖土，就比更腐朽的程度。它是吃这菌蘋，这边就有一只幼虫在里面。那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们就会化蛹，像它们在菌蘋里面呢，就是会盖一个蛹室，哦，变成这个就是一个蛹室，那也是一样哦，像独角仙一样，它会用身体挤一个蛹室。好，不过我们因为今天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所以请新平做了一个哈，对，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蛹好不好？这个也很难得一见的。啊，这是鹿角锹形虫的蛹。通常呢，小朋友如果看到它在做完蛹室以后，它在里面我们看不到它的变化，所以我会建议小朋友都把它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就是插花海绵，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对插花的海绵，我们就挖一个跟它的蛹室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小空间，然后把这个蛹放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到说这个蛹是如何羽化变成成虫。我这边旁边有只成虫，成虫哈，它的成虫就是这个样子。OK， 成虫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好不好？我觉得其实昆虫的世界真的是太奥妙了，然后呢也实在让我们觉得太神奇了哈，尤其这个完全变态，我们看到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蜕变一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发现昆虫世界真是太有学问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会发现哎呀真的新平还有满腹的昆虫经可以谈呐，但是没有关系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再来分享更多更多的一些这个昆虫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好不好，谢谢新平，谢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蝴蝶还有我们的蚕宝宝以及这些甲虫，谢谢新平，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谢谢。